七月过了，居然还遇上这种事。等一下也可能会 delay 半个小时，你过去接我小孩好不好？正要叫他们来对新娘阿姨家好了，所以电话来。还是陪你奶奶啊？不是的。有啊，在我旁边。我的宝贵的小孩在我身边。精彩内容，请看《女人我最大》。